没得事，走山高去弄完背着绳子下来。今天准备弄个手剥笋来吃一半走。没见过的小伙伴先点赞后观看。我先把这笋子处理一半走。处理好的笋子，拿过来煮一半走。来点猫猫盐，给它炒软。煮好的笋子，拿笋给它冰一半走。把这些青菜、莴笋、紫姜、配菜给它切一半走。切好后，全部给它堆到这高头。柠檬放过去，最好把这个米米给它扣了，免得到时候有苦味。白醋来一半走。山椒来一半手，白糖来一半手，香料熬制的两百开来一半手，刚才都忘记放盐了，我们盐再给它来一半手，炒匀，给它浸泡一晚上，明天开吃。经过一晚上的浸泡，我们这个手剥笋感觉越来越有食欲了，看着颜色真的是垂涎欲滴。来，干它一半手，吃着笋子，手感很爽。味道相当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剧总结：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可以再放点鸡爪子下去，吃起更巴适。